接下来请收看《生命法语》。怀着身心工作，一不管是在护法中心、厝内底，或者其他任何所在工作，你拢应当保持这种心态。你是伫遐提供其他友情财产的。如果不是抱着为其他友情而牺牲自己的心态，反倒认为自己应当是头家，其他友情是仆人，你的工作就会变成麻烦的事情。一旦你扭转心态，把其他友情当作是头家，自己是仆人，抱着这种心态工作，工作变成是劳苦，虽然都是同样的工作。但你不会再有麻烦，只会乐在其中。如此一来，不管工作多么辛苦，即使做不成功，你也是同样乐在其中。真爱，如果你想要被爱，首先爱爱其他友情，爱惜其他友情是爱自己的上上策，唯有爱惜其他友情，这是切合实际的自私。照顾自己的心，让它保持安静、智慧、自卑，唯有那个时候，你才是真正在爱自己，唯有那个时候，才是真正在保护自己。无了解心的本性，大劫的运作，
并不将爱自己。首先必须正确地了解苦乐的演化过程，也若无，当你实际上是伫伤害自己，可能也阁以为是伫爱自己。贪欲愈少，意味自由愈多，减少贪欲，真爱空间随之扩大。浪漫的迷恋，无共伊真诚的爱。陷入浪漫的迷恋时，你会对所追求的人产生幻觉，对方也会对你产生幻觉。务必设法避免陷入迄种幻觉，改用无同的观点、智慧加自闭的观点看待对方。小心审查自己的动机。一，假使不是怀着利他的良善动机，不是怀着处理心的动机，你是出于自我爱惜、执着、贪欲，甲对方建立关系，不管是真实的，或者是一厢情愿。你愈接近对方，迄个你幻想会当克服一切苦的贪执境，实际上是愈行愈近地界。二，另外一方面，真诚的爱是指无抱任何期望的爱，无期望别人爱你、对你好，或者做任何代志来回报你。
真诚的爱意味出以自爱和悲心帮助某人，纯粹由于对方伫咧受苦，而你希望伊免伊受苦，获得安乐。不管对方是不是感激你，你帮助他是因为他遭遇困境需要帮助，那是真爱的要义。心怀慈爱的人永远不孤独，因为处处时时都有无数的佛菩萨给你靠调的爱护你，引导你，毕竟那是他们分来的事情。当一份关系到了结束的时阵，或者甚至话你离你离去，另结新欢，不妨透过如下的思维，逐步转化自己的苦。既然我乐意甲自己的伴侣做伙，为什么别人无应当享有同款的烦恼呢？迄个别人甲我同款重要，伊就甲我同款，嘛想要离开滴咯。爱自己是好的，不过方法不对就行不通。真正爱自己的上上策是舍弃一切自我爱惜的想法。无明，无明是轮回的创作者，活在无明当中，就好比住在坚固的铁笼中，比宿舍任何的夹夹更加可怕，而且无法度逃脱。Thank you.
不过一旦下离了贪欲，不再贪执今生来世甲轮回的安乐，进而培养悲心，并了知一切法自性空，你就自由啊！任何加价拢拘禁你袂掉。无结开烦恼，就无真正的胜利。相信无真实、违反真相的物件，就是在自己的内心创造困境。如果怀有违反诸法真相的期望，当事与愿违的时，身上的现象也会变成困境。在幻觉所在的地方，认知幻觉，就可以发现真理。一检视一个啊事实的真相，自己、行为、对境、朋友、敌人、亲分人，离自己的身躯、财产、亲友。一个一切法的本质上，一个啊就会无去。随着各种因缘，每一秒钟之内拢在变化，而且随时可能终止。这是一切现象的本质。二，尽管这个一切现象本质上随时就会无去，但却把因看成是形象的。
咱所看到的是形象的朋友，形象的收得，形象的财产，形象的身躯，形象的生命，甲形象的心。咱甲不上的现象理解为形象，这是根本的问题所在。这货车上就只有我，在颠簸的路上行驶着，下车时才发现这里的房子宽大干净，比起之前的破烂房子舒适多了。这里的食物营养好吃，比起之前的穷酸厨余好吃多了。这里的同伴活泼可爱，比起之前的孤独一人有趣多了。这里大师傅笑脸迎人，比起那离别时的泪水更让人难忘。庆幸的是我逃离了被宰杀的命运，要不是我食量大，您或许会比较温饱。在这里我也度过了安逸的十个年头，您还时不时长途跋涉，带着年迈的我一起散步聊天。谢谢您让我度过这幸福的童年，也希望您能幸福安康。生命电视高雄慈悲道场举办传授八关斋戒、恭诵楞严经、护生点灯、药供暨甘露施食法会，恭请暂时法师主法。日期2月22号星期六上午8点半，地点高雄慈悲道场，地址高雄市三民区博爱一路27号3楼，联络电话高雄慈悲道场0731116560，0731116560。法会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，供大众填写。生命电视桃园中立中心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佛前大供，恭请湛立法师主法。日期2月23号星期日上午9点，下午礼拜药师宝忏暨护生，地点桃园中立中心。地址桃园市中立区环北路400号15楼之1，联络电话0342288086，0342288086，上午7点半至8点半于中立火车站备有接驳车，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书写。石上神宫位于奈良天理市密林掩映的不留山上，是日本第一座神社。石上神宫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，神社内自由放养了30多只的鸡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神社内有数十只自由无拘的鸡在四处走动，据说古时曾有鸡只啼叫，唤醒了沉睡的神灵，及时平息了一场灾难，因而神社便将鸡只珍爱保护着。
神社旁的山边古道也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。依八世纪史书《日本书记》中所记载，这是日本最古老的道路。高大的巨木散发着沉稳的气息，一如诸神守护千年的平静岁月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众生永不停息，生命电视。接下来请收看《菩提系列》。